早上七点多，机车道上民众赶着上班，突然前方机车减速，后方两台车发生追撞。啊的惨叫一声，骑士喷飞翻滚摔在地上，手脚破皮而血。不能动啊！受伤骑士拿出手机录影搜证，因为他发现肇事者鬼鬼祟祟把机车牵到草地上，不断东张西望。现在多进来一点，人多进来一点。其他路人协助帮忙叫救护车和报警。就在这个时候，肇事者竟然把车丢了，徒步逃走。该肇事车辆车牌悬挂在已倒闭的车行之下。警方到场协助就医，骑士事后po文求助，肇事机车车牌挂倒闭车行，并非过户当事人。肇事者逃逸，如果发现此人踪迹，请立刻通报警察。造成交通事故而逃离现场，处6个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。好险，受伤骑士警觉性高，第一时间录影搜证，拍下肇事者长相。警方已经掌握身份，近期将通知到案说明。记者金钟王书宏高雄报道。